不是因为我写得很精彩，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2014年到的中国，不过我一下飞机就觉得终于回家的感觉。我的目标是让更多的西方人去了解中国一下，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来这里。Hi everyone, this is Russ from White China. I'm walking on this small bridge on my way to this little county. Everyone, I finally arrived at the cotton farm here in Xinjiang, Aksu. So let's see what were the most popular questions in 2021 so far about China. 我希望通过我制作的视频的内容，能够让世界了解中国，也让中国了解世界。希望能够打造跨文化交流的桥梁，消除刻板印象，促进各国人民的互相理解。11月19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中国新闻社联合主办，中国新闻网承办的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上内容建设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上，以色列籍博主、歪果人研究协会会长高佑斯以视频方式分享了自己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故事。作为一名在中国生活多年的年轻人，与一般的外国人相比，对中文化的理解程度更高一些。当下很多外国人由于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不了解，导致他们产生了不少偏见和质疑。所以我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从第一年开始就想把我看到的真实的中国故事跟更多外国朋友们讲。你会觉得辛苦吗？就是每年的人啊，就是感觉好辛苦，但是辛苦中也有快乐。是啊，那快乐从哪里来的？家人。孩子，所以孩子开心，只有你开心。对啊。今年我出了一趟新疆，通过我亲自经历，我了解到了新疆棉花种植业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在过去10年有了重大突破。我也发现了新疆棉花农场大多采用家庭经营管理模式，这个模式在当地由来已久，和强制劳动毫不相关。而在海外部分媒体的侄子完全有悖于是，生活很丰富呀。现在交了对象吗？没有啊。没有啊。年轻呀。哎，没有啊。太小了。没事，给你介绍一个。好的。我把我拍到的视频发到海外的视频网站 YouTube 上。由于视频的真实感、诚意感、记录感，都比较打动人心的。也反映真实的新疆棉农生活。结果一发出去就上了 YouTube 热门视频，四条视频的总共传播效果突破了1000万人次观看，也被很多外国人讨论。我发现这种随意有见识的记录被很多外国青年很喜欢，对这样的海外观众来看，这是最接地气的。2020年的武汉成为了全球热词。到了2020年11月份，很多外国人依旧以为武汉人都在过一个恐惧的生活。我就决定自己去一趟武汉，亲自看看，给世界看武汉是什么样子。我本身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做了4年了，我是这里的店长。你的中文说得非常棒啊，能听懂武汉话吗？因为我没有报上名，所以我就去了一个社区做一些基础工作。如果说医护人员没有吃的和我们这个病情就完了。当时我感觉蛮自豪，我可能在武汉市到处流动，整条马路都是我的。我采访了街头的外卖小哥、出租车司机、路过的医护人员、开美甲店的小姐姐等等，每个人都为武汉的众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非常的团结又坚强，乐观面对生活，相信国家，相信政府。我在武汉拍的视频就发在海外了，并获得了超过500万的观看量，也被关注讨论。视频下面的评论区有很多外国人说：“哇，第一次看到武汉什么样子，或者武汉看起来又美丽又年轻的地方等等，友好的评论。”我希望我以这种形式的视频拍摄能够改变一些外国人对中国的偏见和刻板印象。我大家静一静。五道口店服务步骤：车门致电要礼貌，车门致电要礼貌，自信微笑来介绍，自信微笑来介绍，核对产品不可少，核对产品不可少，双手传递很重要，双手传递很重要。想了
了解和体验中国，鼓囊松是以有趣和好玩的方式。所以这几年我们研究进行了从有趣到有深度的转变。其实我已经做了十几个中国职业，包括外卖员、快递员、早点铺的店长，让更多中国朋友们看到这些经由互联网的更便捷、更有效率的社会背后，究竟是怎样的个体在背后支撑。我在做了48小时的中国外卖员以后，第一感受是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努力的民族。我的愿景是帮助孵化上万个矿文化食品博主，让我们一起讲我们在中国的故事和体验，拉近世界和中国的距离，消去刻板印象，让矿文化交流不再困难，让更多外国人看懂中国的食与事，而充分的了解和尊重它。